来，小雨刚才谁买的？小雨真卖掉了，卖掉了哦。小雨啊，这包是小雨啊。好了，六号来。哎，两包。来，抢回来，谢谢。来，后面的小姐也有。来，小雨还有一份。小姐的哦，啊对，那住住比较远一点。他卖鲍鱼哦。有很多很多被遮住的在那边，来鲍鱼边那来，阿哥边上来鲍鱼两百块，好的，来鲍鱼两百块，全部归西吗？好难的，来出干面啊，左蜜，左蜜货啊，你跨这个漂亮啊，这个姿势翻翘漂亮的，右位吗？找钱，来鲍鱼两百，这边有人吃鲍鱼吧？这边有没人爱吃鲍鱼啊？两份的，干杯出来吧！干杯好。嗯，母亲节吃较好，谢谢。来一份的一千。OK 了。鲍鱼两包，两千五百的。这下你也卖呢？五百的。我一做冰箱乖，你贪耐心呢？五百的。鲍鱼干嘛？标标。你当当标标，八个都有了吗？来三个，四个给他们，来五个给他们，母亲节快乐，四包不好听哦，五包不好听。来一份的煎熬，来我包的呢，不用煮了，解冻，都已经切片切好了。来一个人要五包哈。来两份的，两份的，两份的来给我。来这边弄不了那包鱼啊，啊是弄去了。来鲍鱼两百，三百块的。来前面拿到鲍鱼的两份，最后没有几箱哦。最后一位。对啊。鲍鱼好不好？来两百过来。三个啊。三个越难。来两百的鲍鱼两百块拢有啊哈。减一袋啦。减两包。我就是很不争气。过来。我超级懒惰的。来，美女来啊！郭大强，郭大强，郭大强，大张的吗？小包的，好像没有了吧？小包的，郭大强，那大盒的拿起来让他们吃啊！把这么大盒给他吃了。那看各位安全吗？来，要是安全的加一。我可以在家里。啊，很甜哦。追剧、看电影。在不要上海，不要上海。你奶奶话加快点安全。哦，就是不要上海。这是云南的玉红薯为大家炖起来的，啊、他们自己哈、哦、卖不过了哦，他还要让大家高兴哦，故意让你们买的哦，来，请那个一盘，七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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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那，走啦，对啊，那三个人，几个人结婚？来，我发了，五百块，来。哥哥一个了，你们还不会买啊、哦？我这红裙真的是亏本在卖的啊！来五百块来，你们先先抽钱，阿文留一份给他。来我大哥，这三个给他，他疯了，我大哥让烟钱多少钱订单哦？你是几个五百呢？是两个五百呢？母亲节快乐呢？这红裙呢？一只卖四百呢？这三只呢？五百。我要吃。就加多少？来个八的。五百块。来八多少？哦，真正我用回来，差不多啊。来八的。真的，不可能那么便宜，来五百块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国家产的，我是说大大盒的。小盒的国家产还有吗？没了吧？对，在那个水池的旁边。在水池，这个里面的水池。预备。里面的水池。箱子呢？好，箱子是不是好？我处理。来，小姐的箱子在这里。啊，这黑银的呢？对了，黑银就差了。螃蟹的。还有什么？国宝强，小包的刚卖完，那个大包，真的刚卖完。大包的。小包的啊，三百一个金鱼啦啊，哎，尾鱼啦，尾鱼不跟下巴好。三百一。还有黑胡椒鸡腿。哎，好像有哎。啊、下面那个是什么？红脚虾是什么？我还得嘞，原来你有个绰号叫红脚虾，是不是？来，别再来，沙发包的，
你们就讨论个两分钟就可以了，我讨论下去了。会有下台讨论，我等会会讨论下去了。来，龙血一三八，蹲那啦，蹲那，对啊，就蹲你啦。等会这一箱卖一卖啦。为了旅游，赶快卖了，来沙发，要折了。三折来，一发折来，七折来，沙发的。真正做大的呢，来大哥要哦，赶快。啥诶？我得。三折三折。真正做真正做录来大哥要，这个课本又可以给你了。来沙发哦，你我包，来三百份，安妮伟，全部带上。龙血，龙血，肉超细的，对，阿伯最好买的啦，阿伯最好啦，我等不故意，等不故意，好啦，我不能白给啦，白给啦，白给啦，对啦，这是六个人，不是六个人，来沙发了，你沙发咯，你摆，都分两万，我叫特工摆这边，两块，来沙发，哦，你们到，对了没有？两千块大概只能分两。还有五条来沙发，最难的这个三百块，箱子给小姐了，海来沙发哟。好，谢谢，看到这个拼盘上三杯。来，要吃海白菜的来沙发，是啊，美酒来两百了。三份，三十份，三十份我也有。三份好，三份好。我们可以拿一个。可以啊，当然可以来，这个让你看。我就想买啊。干饭给我，哎，我干饭，我拢来。后面给你看边干啦。大哥谢谢，来，没看了，两百块拢完了。你看啦，你来接客，我先接好安啦。好去啦。人伊要冰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先买咧讲啊。来，两百拢完了，说啥说白虾两百，那生白虾啊，讨厌。一千的是两份，先两份好不好？等下。对啦。啊。今麦点白饭啦。放着。我看着你要吃多少啦。一千的一份。哎，几个买了？啊，那有够了吗？有啊啦，台南的，你是当作菲律宾的啊？十一个，十一个，我也是你啊嘞。哈哈哈哈哈。十一个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是你啊，十一个。十一个。太客气了，太客气。十一个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听到没有？可以开讲。没有啦，吼。俺买只只，可没了。应该爱用第一袋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用第一白冰袋。无啦，不会啊。来，都只烤鸡头，啥咩？都只烤鸡头。开来一头。鸡头啊。开来一头啦。哎，我来一头。来鱼头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不对呀。五五，阿姨你要？哎，搁一个三尾啊，鱼头啊。那你怎么打？六尾鱼头啊。有啦。六花螺啊。有人吃啦！哦，来，伊个，啊，个一个三百无看啊！啊，伊个，啊，我今日唔看到，卖看啦。要俾你包啊！来，干贝甲火腿肠来，哦，啊，三百一道。三百二倍。哦，啊，三百二倍，好，好，金米我甲分。来，金米我三百。来，这边有。金米我这是金米我。一道，一箱的啊，几条都好啊。我客仔有你得啦，是要买样子。来，在这里，你们的拭目以度哦，我凸起来让你们看的。来，要吃佛跳墙的，我把人，这是两公斤的，当然这一公斤的我已经卖完了，一公斤的比较小包，它比较小包，可是它也很好吃，可是这个料超多超好吃的，不用五百了，大哥你要几盒，你跟我讲就好了，我不卖五百，一盒四百五也不用。买你四百块都不用，来沙发后头。哎呀，三百到了。既然后面一天两天爱讲啊，来沙发，这个料非常丰富哦，而且真的量很多。一盒两盒喝。大哥要两盒。好，好一身难受，我唔敢收，八个人给人。走啦。我就把它倒冒起，把它冻底下就走。啊，你要家己感应啊！你不从倒车雷打呀？那么从倒车雷打。啊，今天那五百有没找？明仔拜一个船去了啦，个船到岛了。我把个倒车嫌你。两个。大家听吗？哎，让红旗假车祸。可以收吗？可以。可以。OK， 再多钱一个？没有啊，到底你收几个了？三七二十一啊！哦，七个了啊，好，可以，十个哎。那还有最后一个喽。
哦，来包过。真正好吃，一斤三百呢，你无得买啊，三百。大哥两个，这是前面大哥的。剩一斤呢，你来感觉哦。好吃，好吃。真大斤啊，食袂了。我无给你食斤啊。来三百。哎，你不用吹，最后一个。啊，后面还有那个。你说八个还是九个？九个是二十七呢。对啊。二十七谁没有拿到佛跳墙的？都有了。哎，佛跳墙沙发上都刮掉啦。都有刮掉啊！哎，沙发我也用过。来，最后两个人给来沙发不好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小姐，哎呦，真的好吃，大哥已经要喝下。啊，其实两个可能吃不完，那就招一个来做一只。这条多谢啊，这条真经多谢来，我吃干杯来。哦，按那个，来，三百多谢卡，轻松为主。来，阿哥先。礼品哦，师母礼品啊，还有。能够越不要做事情越。真正无饲的，水当当，重点是伊无饲哦。重点不是他没有吃而已哦，是他的肉超品。做其他的事情。三百块来。尽量不要拍叫卖，也可以有钱可以。诶，应该只有十位客人。现在拍叫卖是为了你们呢。来加个钱。看我。八位而已，八位而已。现在没有直播，有多少人在追着我？三个。第几个？六个，最后两个。你们还不好，好评，这样就好，先这样。你们还不赶快？真正好吃。我准备。这都是我家己，我家己家己真空。好。我给你，一个人卖百里。五三个。百里五个，多少六百？我给你三百。真正好吃。来，我拿两个喽。是你要拿三个喽。你拿几个来？今天我多久没讲红包？都拿到了，顺便录。不然没开掉吧？来，最后两位，来上班。光红包这两个字，真的最后两位了。顺便录，真的好好吃啊，很新鲜。好，不要不要。石木鱼露。最后一个。鱼露还是鱼露？鱼露。好，来鱼露，来沙巴。对啊。啊，其他他跟几个呀？后壁站买是过迄个啦，迄个节节啦，谢谢啊！来，从这里开始的。我们家三个冰箱都买。真的啦，这没有赚你的钱，真的是真跟你们交朋友的。来，两百块的小姐来，左手边的小姐，她的嘴巴在忙的那一位，来一杯来。来，接下来全沙发，来两百二，两百块来，礼品两百块的，那个吃蛤蟆好，我试一杯。蛤蟆好，蛤蟆我上爱啉买蛤蟆。没关系啦。好，来。反正全台湾买那么多。你起来，我边啊，你买就搞，我讲一点，这人去卖你。辛苦。一来两百块，要买一杯。我妹妹就有新的摊子可以开。阮家三百一杯，三百一桌，真正拢做厉害。叫卖之后那个。我唔敢讲好吃啊，阿姨就做厉害啊。阿姨在讲两百块弄来哦。来啊。后面还有一笔啦哈。如果你把能量都。五个哈，来先五个，先五个。你们就没来鱼皮五个，这样他的班子可以看的。我说真的。还有什么？维度，维下巴。哦，维度跟下巴还好，还有那个度。度跟下巴。哦，你别动啊！你来呢？来个来。要吃我们鲜鱼，今天的鱼都很好杀。我拼一道啊，让大家欢喜。有想要吃鱼来举手。你需要这个好，我马上处理。单杯有的在这里的啦，啊，人个伊啊单杯一点钟我拢袂用，人单杯你就钱拢拿出来，你嘛等我。来一千个。这盘是卖鲜鱼哦，我们家的鲜鱼真的口碑很好的哦。来，九桃姐妹来一千个。你卖还得多嘞，谢谢，一盘多好啦，大哥。哎，一千块进来。这真正是捧场的，我拢无物件，人就等一车来包货。哦，一半袂冰啊！不要开玩笑了，今天让你们高兴。这无同款哦，这是班头，这是乌鸡哦嘿。我嘛都搞不了，一千块。
我预计十个客人买这一盘啊，赶快啊，来几千个。太给力搞量了。讲我什么，我就讲对方什么嘛。因为我听太多了。要吃经营期，我讲今天今天一杯有零提啊，没有零吃个爽。几千个。还有没有要持续的？你们家附近有什么摊子？所以在于谁？还有没有要吃鱼的？那对我来讲不是重点。那个没有意义啊，就是金枪鱼，那不要昂杀，我找对。那你们有钱人就去哪一摊买，这是我用意。那对于别人讲我什么，有没有讲我什么，那个我一点都不 care。那些留言我根本不看，有啊有看。我听了，这光在找对，没有赢了。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。安淘不是够。我什么开直播会什么干扰到别人，什么危害到别人？很好，那么讲，那个全德，这个就是市场机制哈，那个市场。请嘉姐大哥妹啊，我只是做好。钱呢？我先没有在场吗？啊，做完直播我就要休息了，这样子。要两台。有啦。这些都太严肃了，我们继续看。我就来帮你说，你不敢看。讲这个讲太多，等一下又要吵架。真正作声的，这东西不免抬啊，你头壳切开了，拒绝了。今天我不开片。大猪来讲。有气无啊？这老外呢？这没领导的呢？来一千个。来一千块。小杰帮我包一。嗨，在考虑哦。包一包一。哦，我有。不枉有一只两只呢。三个人可以能不到火，我听得。听得。迎客杯啦。我今天要挑干买了钱，让恁搬走去。那么几个啊？来一千块。来一千块。你顶，我操！来一千。老板，冲一盘来。一千啊。一年啊，来啦。辛苦。在宝贝山刚刚说好的猪肠呢？一千块。三回，我卖一千块，算多一个摊平尔。你皮你有够的款？有够的。两百。我今仔无要再鱼仔对啊，太紧了。一千块，尽量来会使，咱还佫甲鱼仔猜对啊，卖佫甲鱼仔猜对啊，来一千块。两个。还几块两只？我实在袂晓讲啊，只卖一千块。不是啊，要爱冰心姐。哈哈哈！哈笑啥会？人要笑你啊！阿达歹谈者啊！来帅哥一个，不要，来一千个，来一千块。安尼，敢那会猜袂到六个呢？六个而已啊，六个而已啊，来一千块来，只有六位哦，来一千块。剩下两位啊！小姐要一个吗？谢谢你，非常感谢。剩下一位哦。对啊，几人给你啊？来，没有了，我们的布袋大哥要这些。没有了，布袋。布袋。来人，然后盖小鱼身边聊，我们就布袋大哥。大哥，您贵姓？我是蔡。蔡吗？蔡董啊。夸张的，夸张的。夸张，再必来的不止。来干杯来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要买一千的。真的等了一小时没等。来，下人。来来买一千的哦，你帮我拿代币一下哦，要买一千块的拼盘的。来，小姐。六个啊。对啊，嘿，对啊，哈，来黑银来，哦，原来要跟你等于新年来换呐。有啦，好啦。就等来新年。今麦不黑银哦。来，下来，来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你应该比较贵，你早起来多呗。虾仁，虾仁卖掉了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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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虾仁，虾仁，虾仁。冰大哥几岁啊？干他。好啦，冰大几岁啊？阿姨啦，阿姨啦。维度维险啊！来两包嘞，春季包两包啊，刷黑啊。沙虾仁最后一包，300块，200块，冷包包，春季包两包。哎呦，看你大哥发秋生。过来干杯，来杯青龙，一千块来，全部了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五个而已哦，应该是六个了，应该是六个。好吃对不对？我们再干杯，不错啊。
还可以啊，感谢你们的不骗人。哪个人给你？别进来来，免几千，免高八百吧。来，我跑了。五百块。这小姐吃了又回来买，吃了又回来买，你要一千对不对？我要一五百。我要一五百。来五百。一份就一份，五百就五百。我要一五百行啊。这一盒带给你，谢谢大家，母亲节快乐，哪天啊？